船上写的 free wifi， 我想加一下。这是卖票的，你看这个皇宫啊，这个不知道是不是皇宫啊，它还有个喷泉，非常的不错啊。看那个票价，我就果断放弃了，200克朗啊，瑞典克朗，基本上就是200块钱人民币，才坐一次一个小时左右的船。这种生意我们是不会做的。这是雪糕店，没有价格呀，同志，没有价格，我是不敢买的。哎呀，这面是不错呀，就是一辆好车呀。